首先准备会计胸肉，把它切成条，放入碗中，加入盐、料酒、黑胡椒粉，搅拌均匀，腌制一个小时。碗里打一个鸡蛋搅散，腌制好的鸡胸肉先加上一层面粉，再加上一层鸡蛋液，最后沾上面包糠，油大约七成热，下入鸡肉条，小火慢炸，炸至它全部浮起来呈金黄色，就可以出锅啦。挤上点番茄酱，一份美味的鸡柳就完成啦，特别的简单，保证你吃了忘不了，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。